啦，咁又系我枯木啦。咁今次咧，我哋就玩呢只新 game 啦。咁呢只新 game 咧，咁其实就系、是、嗰、那个写七龙珠，我哋香港人就讲开龙珠啦。咁其实系一只有香港版嘅 game 嚟嘅，咁系 Bandai Namco 佢哋出噶啦。咁其实就叫做七龙珠爆裂激战。咁其实佢最主要玩咧就系、是、玩。都是抽角色啦，因為都是免費遊戲嚟嘅。咁抽完角色，咁其實就係列隊之後再打低敵人，咁打低對方嘅隊伍嘅。咁因為最近又出咗第二次嗰個天下第一武道大會啦，如果有睇《龍珠》就知道，其實呢個武道大會其實幾好睇嘅裏面嘅故事。咁咧，咁所以我就我都玩咗一排噶啦。咁就玩一玩呢個天下第一武道大會俾大家睇下啦。因為呢隻 game 都係因為朋友有玩開，咁我就試下玩啦。咁玩落其實個技巧上面去比較容易上手，咁可以大家各位觀眾，大家都可以試下 download 嚟玩下啦。咁佢有中文版嘅，咁所以喺香港個 Play Store 或者 iTunes 嗰度就可以 download 到噶啦。揀翻一個朋友先，咁大家睇到啦，其實我都係得19 level， 其實都係玩咗個 game playtime 可能兩日多，都唔係玩咗好多次，因為我見到第一次玩，一開始玩咧就係、是、有第一次武道大會咁我就玩啦，咁呢一次咧咁係第二次搞嘅天下第一武道大會，咁所以就趁機會。再試下用 iOS， 因為我有部 iPad 嘅，咁就試下用 iOS， 就 download 咗一個 child 嘅 AR server， 所以想試下用呢個做 mirroring 嘅拍片咯。好啦，咁其實一開始有預賽嘅，咁即係其實同故事一樣有預賽有準決賽，就好似最尾係總決賽，咁可以試下玩。一開始就係會有打翻另外個三位玩家嘅排隊嘅。我哋其實最主要下面有幾個數字啦，咁其實就係一個棋盤式啦。咁我哋就其實好好噶，上面會列明你行幾多步咧，就會去到邊一個位嘅。咁我哋就跳一跳嘅，跳上面個位，應人哋行先喎。今日拍片嘅時候就係香港最凍嘅時候，咁所以你哋見到我著得。比較臃腫啲，踩咗佢上去對方嗰度咧，咁就可以選擇打唔打交。咁我未試過選擇否嘅，咁大家可以試下選擇否。咁咧佢就哇見到對方呢隊伍都幾勁。咁其實下面就會見到我自己會排陣啦。咁嗰兩隻類似唔知野菜頭嘅物體，咁其實當你冇擺滿曬嘅角色嘅時候，佢就會失呢兩隻入去噶啦。而下面見到嗰兩粒細點咧，咁其實就係敵人將會攻擊嘅。咁咧，敵人就係左邊打右邊啦，咁所以就排翻都冇得排啦，都係全部。其實右上角都有個屬性表嘅，咁其實最好就係排翻黑對方嘅屬性做被攻擊，咁就防御力加倍嘅。但係而家三隻都係橙色，冇辦法啦。對方都是有野菜頭打的，橙色和紫色，對方沒有紫色，看看打人家的這隻這隻水有腳，還有看到一隻彩虹珠呢，其實就是通殺的，不好意思啊，又真的沒頂過。彩虹珠就是可以連曬所有屬性的珠的，哇！好似我唔加慢啲啊，一句。其中间就系睇到啲打交嘅场面啦，咁其实都做得几有诚意嘅，因为佢每一个角色都有必杀技啦，咁每个角色都差唔多有唔同嘅必杀技场面嘅。咁如果我储到气嘅话，希望可以 show 到俾大家。咦？点解我揀咗第二度咧？唔紧要。先，
蓝色，我系蓝色，但系我要食个，但系我要打达斯哦，我打算唔算？放翻啲红色珠俾代达斯。做完呢个十五号定十六号定十七号定八号先，十九号十五号。紫色打绿色，绿色又之后多拉格斯可以打橙色，跟住仲有十六号，即系咁样玩嘅，即系咁其实都比较简单，咁大家可以不妨单佢嚟试下玩噶啦，都。如果好熱情龍珠，因為我細個嗰時都幾中意龍珠嗰啲角色嘅，咁所以中意龍珠嘅大家都可以試下玩下啦。咁就 kill 上你啦，食咁佢一彎對戰係得三個龍珠啫，即係換三輪。咁之後就會睇下邊個打得對方最多，咁就會攞比較高嘅分數嘅。打佢，唔知打咩好。应该杀到嘅，孙悟空咪孙悟空，其实我都系得即系 SSR 角色咁样，阵间可以试下抽 SSR 角色俾大家睇下。唔系喎，先好似讲错嘢。如果抽到 SSR， 應該是抽角色給大家看，我都希望抽 SSR 角色，比較呆了，看看我拿到，繼續打，其實就應該到對方打的，我想繼續打他，應該先走，上面應該先走，不要執死雞啊，要打我啊，是你打他去追住佢嚟打，睇先。其實應該打死咗藍色嗰個就唔驚俾佢打啦。綠色肯打藍色，打呢個孫悟空。睇先，唔知諗乜死喎。达斯打翻对方嗰只，其实可以五孖盲星都可以照食嘅，但系加成个攻击力加成就冇咁高啦，可以注意翻。可能一开始我比较个队伍个 cost 冇咁高咧，先放唔晒六只角色，冇咁开心，有两只要坐坐，同埋有啲要夹杂下 SR 或者 R 嘅角色。如果成隊都是龍珠 DG 的人，我覺得挺開心。其實他有最新的那些神與神，好像還出那樣，是不是遲些會出兩個月就有個大好像都出了的。那時間我其實都有看最新回這一兩季都有龍珠的嘛，那輯龍珠這輯個字是什麼，總之有看到啦。那現在最近就講比達是不是黃金菲利打孫悟空同比達之後，比達打敗咗之後咧，點樣先炸咗個地球？那個劇透緊，大家要注意。炸咗個地球之後就被孫悟空救翻，因為原來破壞神係個助手有時光倒流嘅能力嘅，咁所以龍珠嘅劇情你係估唔到嘅。我上邊呢個咧，嗰個 R 我就唔驚佢啦，清曬啲。強敵先，
出呢份嘅喎，佢哋一刻住紫色咁打死咗个队友先啦，应该打死咗绿色啊蓝色，呢个汉比迪丽嚟嘅，密密嘅佢哋。呢个好似唔系比迪丽，定系呢个应该系啲剧场版嘅角色嚟嘅，但系唔识嘅。唔係喎，咦，我冇睇到後面喎，不過應該合住佢。死唔去，差一滴，唔緊要，唔得打我。第一個紅色嗰個係咪啊？孫悟空嘅角色，應該又係劇場版嘅角色。所以話呢隻 game 其實劇場版角色都會出埋嘅，咁所以其實幾好。紫色黑住绿色，咁咁样，紫色黑绿色，咁睇先，打啲普通金水。呢个系布欧时代个，即系其中一个助手，叫布艾啊嘛，另一个人助手。布拉格斯。我最劲都系得孙悟空同布拉格斯喺 SSR 出埋绝招，可以出埋必杀技，咁可以大家入去睇到啦。应该唔系出必杀技，啊，佢打埋佢，应该死人嘅。呢球杀唔死，打唔死，必杀技。佢招必殺技，我唔記得有冇睇過。終結破壞者，總之係抌架氣過去三萬幾球，因為啱啱咁啱碰咗我屬性。其實應該升高啲嘅話仲勁啲嘅，我啲角色會爆咧。好啦，咁之後繼續。先，綠色黑藍色，我想打死咗佢先。其他嘅入啦，呢個俾人打啦，呢個打呢個，咁樣啦，嘗試打死個隊長。呢個唔記得咗係咩戰隊嘅隊長，好搞笑，呢個唔記得邊個戰隊，我死唔去真人敵佢又係。先嘅，先我有，呢啲系着晒唔知个比达，呢系咪着晒菲利嗰对嘢嗰啲战队嗰啲套装嗰啲衫？我开始话系我唔知着咗系比较容易移动啲讲，哇佢打我添，不自量力。就喊翻，睇下先。唔識，打死佢先啦。子彈彈打死佢先，死啊！一下都死。先再揾佢，都係一下都死啦。嗰只放生佢，唔要打死佢，咁佢冇得用啊。應該打死曬三隻電腦嘅 AI， 就係自己冇力都要硬撞埋嚟俾我打。睇下先，時間關係唔夠。OK 喎，大啲，剩翻一個敵人喺牆上面啦。我唔知夠唔夠體力添，應該會升呢個打兩場之後，因為玩呢個武道大會咧都係要用體力嘅，咁所以大家要注意翻。呢條鬥好似就咁踩上去都踩到暈走咗。
冇走喎，啱好啊！睇下可唔可以一彎打死佢？因為話踩一次打死佢，一彎打死佢，減少六隻。睇卡面就係全部都係 R 嚟嘅，紅色、橙色、藍色，先咁。咁深藍色唔打深藍喎。 打吳天，呢個吳天嚟，應該係啊，應該清三隻，冇理到，冇理到對方攻擊。打吳天，唔知吳天定吳天嚟嘅，唔知係細個定。 應該冇角色合唔到，加兩隻四咗，安全。紫色係綠色，冇繼續。紫色打佢，綠色睇只，紫色球其他，打個出仔。竟然放呢只，唔知拗拗冰團，呢只仔好似係。 蓝色面嗰个分明应该系剧场版，几好。印象中细嗰阵时候见过啲蓝色面嘅敌人添，但系唔知咩人添。飞唔去，头呢个都头十个，没事。绿色，我应该冇黑住喎。睇下先。 打死呢只十八號先啦，金靜嘟，好似，反下綠色啦，唔知可唔可以一次 Q， 好似頭先行完行咗兩次啦，應該唔夠喎，太好啦，又要我繼續踩多次，快啲啊，因為時間嘅關係。 卡豆嘅場面如果有熟悉嘅話，就加翻埋。應該可以行多彎啊！咁啊，冇喎，叫我踩多次佢喎。咁啊，咩球技間都可以踩。佢過嚟喎又，電腦嘅 AI 可能喺預賽係比較渣嘅。 因為見到有啲 AI 係着咗個包，會睇力先。咁樣，咁樣爭少少，我知道。求其撳都撳死佢。我出咗絕招添，唔多。唉，出咗絕招啊，嘥曬。Bomb Can Pop 定。 大家可以睇下，加分啦。佢呢個就係下面個紅包草爆之後咧，就可以出再勁啲嘅絕招嘅。之後就要，我呢個係永遠都撳唔到嘅，因為而且好難撳。要跟住佢撳。之後就發動，撳落去。 呢個應該係再勁啲嘅必殺嚟嘅，係啦。因為孫悟空成日都中意嘅瞬間移動，揼揼揼揼，全體攻擊就要係，係嘥啊！得翻一個，唔問三。 加点，好啊！应该之后就到唔知准备赛点嘅啦。预赛第一位，揾两个龟壳系加点。
经系半准决赛，有冇体力运？有十五体力，应该下一场就唔够体力运，除非佢俾我升到增1700几，唔知道。算翻啦 ，friend 就唔知点解无法发动最终技能。我应该拣翻 deck， 好紧 deck 添啊，惨，唔紧要啦。睇下到阿格斯爆肌肉，我哋补一补体力先。哇，佢中咗喎，跟住直冲打佢 R 位 ，R 卡做队长，唔会系伏挂，好惊佢，惊佢唔啱嘢。呢个角色以守平衡，唔知乜嘢为佢队长。红色加蓝色，变黑绿，吸下落，真系惨一子。边个够？打先，打唔得四三个，应该打唔死，打唔死两个，加快啲先。孙悟空嘅就可以出绝招啦，出咗好多气，见到。应该可以一下清晒，应该出绝招，见到。孙悟空，唔翻打，依家打佢对墙。佢先冇得嘅啫，之后呢个冇得打，正常，我唔够，就咁。一发先，睇唔清佢哋啲打法，好似一嘢啊，一后后射，好十。好似可以出绝招喎，冇咗气喎，出唔到啊！睇下先，剩下三只，应该打死。出绝招啊！因为头先睇过呢个绝招，所以就唔啱动作俾大家睇啦。打死佢就输。紫色，都弹射，一箭咁清过去，要多一挖，要踩得嘢先嚟，先清得晒佢。有啲比較大嘅，嗱食個爆先，難免都死啊！呢佢唔踩我，打我，走我，走我打你啊！其实成只 game 就系咁样玩啦，可以话系，其实都有少少技术性，因为你要啲角色啲属性排啱好的位啦。咁因为而家其实我对嗰啲玩家都系比较低 level， 而有机会系啲休闲玩家、空壳嘅已经冇玩好耐噶，所以你见到佢哋啲角色比较唔劲。但如果對翻比較高 level 嗰啲角色咧，咁可能啲排位即
啱啱你見到下面嘅排位執位啦，要睇下咩屬性合咩屬性。呢、這個環節其實都比較難制，咁所以呢隻 game 都幾好玩，又容易上手，所以可以試下。同埋雖然得翻一日，咁大家其實可以玩一兩場，即呢個天下武道天下第一武道大會，咁你可以玩下，玩完之後咧，其實就咁最少贏曬呢四彎啦，呢四彎贏曬之後咧，咁其實就唔夠體力啦。贏咗決賽，過咗決賽之後咧，其實因為任務嘅關係，最少都有三粒成熟彎俾你嘅。咁如果想受抽嘅大家，其實而家開始玩都 OK。十一粒石，同埋天下第一武道大會都會送翻啲券俾大家嘅。咁你睇到啦，送咗四粒石啦。咁其實因為我頭先玩咗一彎，即係玩完總決賽啦，咁所以就送咗四粒石。而家有十五粒石嘅，咁可以抽一下角色。我都係最中意嘅環節嘅，大家應該都係。抽強敵，但我唔想要強敵。你見到啦，呢度都可以抽入券俾你抽嘅。一張券就可以抽呢個，保證獲得有五張喎。咁有五張，得一張就冇啦，上面有一張。一儲齊咗五張就會一定有一隻射手。又天下第一武道大會送嘅，咁抽呢個啦，第二個先。抽少年天，少年天召喚券都有 SSR， 算系咁啦。呢個其實就係抽角色嘅畫面嚟噶，就係孫悟空。呢個樣，應該中 SSR 啊，最少。見到佢月亮之身，五彩莊子，莊子嘅 SL 布馬，台灣嘅叫法，竟然中佢喎，做咩事？有 SL 已經算好噶啦，再抽多個，好似有芝士嘅，芝士角色定係角色？都係芝士嘅角色可以拎出嚟打嘅，好搞笑。而後面那些太空艙是不知道代表什麼，好像不中，沒變身，應該是中 N 還是 R， 應該是 R， 應該沒 N， 不是 N 的 N 來的 R 啊，是川崎上市，而我不知道是哪個開來的墨水。之後抽哪個呢？不想抽壞蛋，繼續抽這個。這個就是那些金色石，其實就是破金以來的點數了，五粒可以拆一次，還有用五十粒抽十次的話，那就一定會有一個 SR 角色的。但我都是喜歡單抽，而單抽的東西是不中杜拉格斯，杜拉格斯的 R， 超年期，又啱啱有未來嚟嘅呢個杜拉格斯，繼續啦，想抽到兩次俾大家睇，希望抽到好嘢。力技後面睇唔出，都係要睇。算啦，冇變心啊又，又係 R。都系牛，无限，又后备的神灯，唔想要你，好可悲。仲有第一只装置就冇啦，另外一只咩烧都冇。可能头先错口讲错咗，要 SSR 抽 SSR 俾大家睇，讲错。啲有嘅機會，正係啲事。好啦，最少
都係開下咯。龜仙人，好似係速度型龜仙人唔關事。冇啦，好啊。咁今次片係咁多啦。如果大家有興趣玩呢個七龍珠嘅 game， 即係龍珠嘅 game 啦，咁大家可以去 Play Store 中文版 Play Store 同埋 iTunes App Store 度都可以直接 download 嘅，好方便嘅。 咁下條片我睇下我繼續儲石啦。咁如果有特別嘅 events 嗰陣時，或者有下一次嘅天下第一武道大會嘅時候，我再拍片俾大家睇啦。咁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 channel，多啲發下啲比較偏門嘅可以喺香港 store 嗰度 download 到嘅遊戲俾大家，或者。 我自己都中意日本 app game 嘅，咁如果有新 game 嘅時候，都可以拍下片俾大家啦。咁今段片係咁多先，如果中意嘅，麻煩俾個 like 啦，同埋可以 subscribe 我啦。咁多謝曬，